大平糖，今天是一个小花朵。草莓味道，他们家果酱都是用的很好的啊，看你们都有真实的草莓果肉。这个在想象里面好像是叫三丽鸥，这个口感也很好。辣很软不掉渣，咱们推荐咱们拍大平糖的话，就拍这种小个的，或者是这种细棍棍的，这样的口感就比较好。这样大一些的就酱比较多一些，有可能就吃的会有点腻。然后你喜欢吃果酱的话，就可以拍大一些的啊。小手套，这菠萝的，三大口味的。辣很软不掉渣啊，果酱又好吃，可以放心拍，各个造型都很好。